作为一个还在哺乳期妈妈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很好用的吸奶器。我推荐这款全自动双边吸奶器，双边无痛吸乳，母乳喂养更高效。德国巴斯夫 PPSU 材质，无异味，每滴奶都放心。轻柔软垫贴合胸部，多种模式满足宝妈不同需求。液晶触摸屏，九档变频调节，多档模式催乳、吸乳、按摩，疏通乳腺，缓解吸乳疼痛，真实还原宝宝吸乳节奏。单双边自由切换，双边吸乳更高效。单向压水阀，一开一合防溢流，避免奶水二次污染。一瓶多用，吸奶、储奶、喂奶非常方便。多档充电方式，吸乳不闻机，便捷收纳，居家出门两相宜。全自动双边吸奶器，让母乳喂养更高效更舒服。